其实马祖也有托梦，就说李罗就是顺风耳。因为是马祖的感召，所以我们非常用心，而且是非常虔诚的，然后到美洲，然后迎马祖回来。所以我迎回那个主要的这个景泰南妈祖，供奉在妈祖这里，好让台湾所有的信徒，好可以到那边去，好那妈祖一定会保佑大家，因为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地标。